我们所了解的状况，这家公司所生产的这个BB扣，里面所有的零组件应该是不会爆炸的。那这家公司呢，大概这两年大概出口了26万套的BB扣，从来没有发生过爆炸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，台湾生产的这个BB扣是不会爆炸的。 如果照目前的舆论来推论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尽量来协助厂商，那么让厂商可以完全的表露他过去的这个做法，那我们还是在协助减掉，因为这已经进入司法调查，所以我们要看减掉他们怎么查出来。我想把事实厘清，那因为台湾并没有出口这一款的这一个呼叫器。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？我想司法单位在调查当中，那国际媒体也逐步的了解。那我们就是呼吁外管提高这个注意这个安全，也会来呢跟各国这个互相的来交换相关的资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